喊完工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这个让我们二牛开个小灶，也不用跟和别的狗来回抢了啊。这一段时间老是让我们二牛出境，就是跟黑客跟那个海盗去抢吃的啊。今天单独的给他开个小灶，你看我在这多少啊。哎，你也磨磨牙。哎呀呀呀呀，还没放底下呢就开始吃。这个鸡架，这个鸡架支阔，它有点扎嘴，让它适应一下吧。从小没有这样吃过。我不跟你抢，还吓得赶紧往嘴里吞。慢慢吃，也隔，也好好隔隔你的牙。老是咬球，那球都快咬了。你看，随便造，听你自己。吃完了，你看就开始弄了。我们也测试一下。这是六个鸡架，能看看二牛能不能吃完，它的一个饭量到底有多大？嗯，但是吃鸡架的速度是可以啊，嘎嘣嘎嘣的，你看不愿意吃那一块。哦，一口一个呀，这鸡架。嘎嘣脆，就跟咬瓜子似的，咔咔咔咔的。吃吧，没人跟你抢门，你抢。我们今天就是纯粹的，就是让二牛吃这个鸡架，隔一个那个磨一磨牙，再一个就是看他的这个吃鸡架的饭量有多大。咱那个六个鸡架不够了之后，咱还可以给他加，给他试一下。我觉得这六个鸡架就可以了，不让他吃太多。这小白牙，嗯，多漂亮是吧？呀呀呀，就这样就吞了。吃这可以、不吃了。我说不吃了呢，看这肚子呗，你看后边的肚子已经起来了。嗯，他晚上还一顿饭呢，他这不耽误吃，正长个的时候随便吃随便造，吃累了还坐一下。扎嘴了，吃太快了。没事，直接咽下去了就。六个鸡架就这样，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给干没了，牙口可以非常锋利。你看，藏起来是最后一个了，看你要，我看你要藏哪去，看你要藏哪。别跑了，不抢！我等着你。嗯，你看，二牛在吃东西，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子的周围。你看，那一面刚才咱进来的时候，油光锃亮，是吧？刷完漆之后就跟新的一样。这边你看还没有刷呢，外边已经刷完了，里边没有刷。这就是一天的工作量，就是一天没有刷完，但是一会儿再加加班，上午刷点，下午再带一点，晚上直播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一个崭新的笼子出现在这个大家的眼前啊。看这个就刷到这底下没刷，你看这边，这边就是今天上午的工作量，这么多光剩里边了，外边全部刷完了，可以了。你看二牛都可以进来，不怕他身上沾漆了，因为已经干了。这地上没事，我们拿这个纸壳子都铺上，然后再刷的漆。
就怕它掉这个地上，然后不管是人呢还是他们，就在这踩的时候就粘脚。二牛也吃饱了，咱测试测试现在它的小牙口怎么样啊？大爷看，看我们后腿、前爪还有没有毛病？来，你看。哎呀，会不会粘一身？不会吧？还弄一脸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已经干了。咦，拽它也来劲儿，你看见没？那牙口很紧，拽不住它了，太厉害了。这睡了一晚上，这大早晨可有劲儿了，我跟你说，休息够了都，昨天休息一天都没一个都没让出笼。劲儿太大了，这不愧是长大了。长大了长大了，现在拽不过他了都。力大无穷。一直没松口呢。转圈了。